你要评所有的歌手表演的歌 手，你凭什么？如果可以这种，我想跟冰冰姐讲，我们先走，我退她通告费。今天没有大来宾，她不会怎么样，绝不会怎么样，不是很好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哎啊、今天托冰冰姐的福气啦、哎，然后让我们三位也可以再合体，再同台。你确定是福气啊？对对 对， 对、哦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是傻气嘛、哦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傻的找我们来，是是。坦白讲，是冲着钱的份上来，没钱的话我们也不可能、啊。我们是冲着回忆上来的，对啊。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团体，他们、就是、啊，对，是是用回归来，比如说像 Energy， 对对对对，那我们三个也差不多要去攻蛋。啊、那时候我们成立这个团体的时候，赵哥你是以什么为蓝本？我不记得，十五年前的事，我不记得。胡彦斌是不是？胡彦。哎、欸，大家去看那个封面，大家以为是胡彦斌。你没个小冰冰呢，胡彦斌。我是不知道他们啦，颜值担当是我啦，我是不知道他。孔刘啊，孔刘，台湾孔刘总代理啊。他最近就整形了啦，所以台湾孔刘可以啊。对，谁会花那个冤枉钱？不管是歌唱、舞蹈，其实最有实力的是自信，这个毋庸置疑。没啦，要搭配两个不准的，所以就是大学生要搭配就是幼儿园的水准。刚刚喝了两瓶清酒，他有跟制作单位要了一手蛮牛，要一手蛮牛，等一下会喝，等一下会喝。本来说要用 YouTube 里面的声音，然后大家就假唱对嘴就好了嘛。对啊，那这样不是跟某个团体一样吗？哪个团体？谁讲出来？大家一起去猜。我们今天是这个节目的大来宾、哦、所以我们要评所有来今天表演的歌手的。你要评所有。所有的歌手，表演的歌手，表演歌手，你凭什么？我们可不可以先走？如果可以先走，我想跟冰冰姐讲，我们先走，我退她通告费。其实认真讲，今天没有大来宾，她不会怎么样，绝不会怎么样，反正收视率也不是很好。大家都以为我们今天只出过一张，对不对？ Hey. 其实我们出过两张啊，有出两张，第一张跟最后一张同时出。你现在是在讲笑话还是讲什么听不懂、欸、人家有 get 我嘞，赵哥你是不是以为你真的是在你家客厅在聊天？我们现在在录影立即搜寻四季线上